佛陀在这样化成玉瓶里，开始呢，要对我们说，时间很长很长啊，时间啊，要说起了我们的觉悟的这一个心，那这一念本来的性，那么人人呢，生生世世都本具有这个本性呢，把它保护得干干净净，就如一面的大镜子，很清楚。山来照山啊，河来照水，总是呢会很清楚，就如我们凡夫在平常啊，总是人这么说，人这么教，他教我怎么说，我就这么说，他导向我向那个方向走，我就向着那个方向。可是教我说的人会教的好话或是恶言都不知，一句话不轻易的，也许呢会潜入了我们心灵的一个像感染源一样的，让我们的心灵啊那样就是恶性的循环着，这起开了我们的意念意望，向着意念意望啊，无穷尽的去追啊追啊，那就是意念无穷，所以呢造成了生机要提升哦，那这种的经济也要拉高，那么等等啦，总是呢会变成了对于整个社会啊，人间啊，大地啊，山河海洋，那就会污染多多咯。看到了海洋的生态都被人类所丢下的垃圾垃圾啊，总是呢让这一群各种的生态都是受害啦，这都是呢人类的欲望啊！看看漂浮在海上的垃圾，都是呢在生活品所包装的塑胶类的，就这样的随手丢，这样是占大多数啊，这不都是人类吗？生活为什么不知不觉变成了社会生态呢？家里的厨房都没有功能利用，都是呢往外面啊去买，而且去买的食物呢手空空的去，带着回来呢都是一包包的，都是塑胶所包的食品。想一想，这样的累积起来了，一天之中啊制造多少的事，可怕。这样下去呢，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一个地球呢？好，危机重重，此刻不觉醒啊，可怕的会更快
时间会更缩短、更频繁、更累积的。现在已经了很多的国家四大不调，我们的生活假如呢不多收敛一下，这种的放纵了自己的心追求奢侈，那这样的太旧换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垃圾会越来越多了。那最好呢是要改变人的生活生态，回归过去的很自然的，每一家清净在源头，每一家一早起来有人煮饭，吃了早饭呢出门带了便当出门，这不就是呢人人这样子一天之内可以减少多少的垃圾啊？多思考一下，营养够，吃得饱，卫生安全健康，这都是呢在每一个人呢自己动个手确保平安。但是呢现在的人就是呢这样的懒哦，啊，懒惰的啊，这等于呢就是成语的经典呐，啊，就是啊懈废掉、懈怠啦，那就是废弃掉了自己的功能。真的实在是，我们呢要好好的自我提醒哦，那许许多多啦，像这样造成的天下苦难事偏多。不过呢，也在自己这个大团体里啊，也看到了许多温馨的事情。山东青岛慈济人啊，下乡啊，寒冬中啊，送温情哦。不婚是亲疏，是我的亲人，或者是呢跟我无关的人，总是呢用爱呢，都是如亲人一样的去关怀、去辅导、去教育，吼，那也看到了。慈济人的爱呢无微不至啊，嘉义啊，还有一群呢慈诚委员呐，他呢也是去关怀一位35岁的，他是有智障啊，看到了慈济人呐，啊，从里面清到外面呐，啊，这个垃圾真多啦，水沟也堵住了啦。他还是趴在地上啊，要把那样堵住的垃圾把它清出来。你看，不是菩萨，谁能做得到这样的无私大爱、付出无所求？那为这样的一个中年人这样付出，把他的东西统统呢清扫出来，把他的这脏的不能再处理的淘汰了，给呢就是能适用的回收还是很新的东西再铺进去呀，啊，看这都是呢如一家人的爱哦。还有像缅甸的那样大水灾，慈济人拉苦难众生一把，无非呢都是希望引导他们从这一分的有形的苦难解脱了无形的妙法，可以入心，让他们呢心中啊也可以撒播了一亩亩的善的
种子，那外在的谷种给了他，就这样呢，能从有形到无形，哦，这都是呢我们人间菩萨的付出，给一点种子，他自己要耕耘。同样的道理，佛陀给我们的一句话，让我们呢自我用心，自我耕耘，让我们的法呢一生无量，无量从一生，这次多么珍贵啊！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多用心啊。